Hello， 欢迎嘉宾。又自在甲我落寞，甲伊未来老，我啥都不要，伊只能独孤鸟栖下。不然我无实力，无大本领，他对我一输命大把，马卡拉不能不低俗。阿卡的我的姑娘，他消失的那个早，输我的米呀，那我们不低于一输。大拉很高大，马萨伊比鲁干嘛不阿鲁米呀？马拉只在乎孤寂的。能不能固定你的事物，大拉很高大，马萨伊比努干啊，不阿努米啊，马拉自在又不记得。啊吼咿呀，吼咿呀，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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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咿呀。介绍我自己的署名苏米恩，对，谢谢大家今天来。虽然第一首歌感觉大家表情就很沉重啊，那一晚的确是很沉重的一晚，但是你们还是来了，对，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你们继续来，对，比赛还没结束，对不对？正要开始嘛，对不对？好吧，等下快歌都唱完了，接下来都慢歌了，我们就好好抒发我们的情绪吧。昨天真的蛮煎熬的一个晚上。我不知道，因为我昨天从高雄赶上来台北啊，然后到会场刚好就搬了我跟马导还有那个其他小将演员一起唱的那首歌。电影原声，最佳电影创作，对，我都忘了，难过的事情不要记出来，对，我被激怒了，大家都一样啊，好，但是还是熬过来了嘛，对不对？最痛苦的是那些当头的马导、卫导啊，他们真的是强颜欢笑一整个晚上啊，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功夫啊，人生的历练才有办法做到那种事情。像我们没有得奖就很想要赶快走了。然后很特别的也有，因为我觉得不是只有我，还有更多年轻的像看我们所有的演员，我觉得大家都第一次，
多的第一次，就像、为什么还有第一次有跟日本演员合作，然后第一次那么多素人的演员在台下，大家说不出来的那个感觉。但不晓得为什么要办这个晚上，只是大家一起来难过的晚上。那我一定要说明一下，虽然我不是主办方的代表，那这是我们自己做音乐人的一个，因为钟小姐、Rick 都来了，然后我们自己在还没有颁金马奖之前，我就自己先说好，我们真的很想要来台湾，然后一起唱歌。你干嘛配这么阿三的？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晚上，本来还以为至少有个什么，但还是有了什么了。题目几不太一样，还是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因为我刚刚听过彩排，其实我第一次看到 Rick 跟钟小姐的现场，他们今天都自弹自唱哦，对，所以等一下就。我不能输啊！你怎么自己内斗了这样？当然还有接下来明年的1月24号，卡农准备登上日本的电影的殿堂。耶！继续啊！还是唱一点开心的歌哈，抚慰大家的心灵。小李行。哎，要尖叫！掌声，快点啊！好天气正在窗外着，好天气我却忙碌着，好天气还在等我，趁着时候接心里的歌。我是否真的鼓起勇气重新做选择？这奇妙时刻就要开始了，于是我好想要轻轻走一走，说好的不管要去哪里，让你陪着我，没有错，就这样轻轻走一走，接下来不管要去哪里，有你就足够。也许现实生活太多啰嗦，恐惧太难受，一场小小旅行换一个心境，我有你就足够。好时光正在门外着，好时光我却蹉跎着，好时光还在等我，趁着时候搭坐后列车。我是否真的鼓起勇气重新做选择？这奇妙时刻就要开始了，于是我想要紧紧走一走，说好的快留去了哪里，让你陪着我，没有错，就这样出去走一走，接下来不管要去哪里，有你就足够。也许现实生活太多啰嗦，空气太难受，一场小小旅行换一个心境，我要你就足够，我要你就足够，小旅行只有你和我，因为我要你就足够。在疯狂的时候，于是我好想要出去走一走，说好的不管要去哪里，要你陪着我，没有错，就这样出去走一走，接下来不管要去哪里，有你就足够。也许现实生活太不多说，空气太难受，一场小小旅行换一个心境，我要你就足够，要你就足够，将旅行只有你和我，因为我要你就足够。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巴。Thank you.
来敬你们一杯，敬你们。啊，没有，喝蜡烛也可以啊。要不然就聊聊，这次跟康老合作的秘密好了。你们想听什么？都过去了啊，也是啊，人生这么豁达就好了。我记得那时候，马导打电话给我说要叫我学主题曲，可是那时候同时间我还在录我自己的一张专辑，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写，因为我对整个剧本没有很了解，然后马导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只知道是一个热血青春的歌曲，而且还要搭上乐团，那时候说还有日本的歌手要一起合作的，然后我就写了，后来他也没有用，没有用到了，不是没有用，我又想说到底在干嘛开我玩笑呀？其实我跟马导在很早之前有合作过一个电视单元剧，叫我在这边唱，那时候我们很兴奋，因为那时候他刚得金钟奖的最佳导演，啊，想说跟我一起合作，好歹我也是金马奖最佳新人，曾经的哦，想说是一个原住民最强的组合，结果那一年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公布之后，我们一项都没有入围，一点点都没有。我想说，哎，你干嘛啦？啊，今天就当做一个发泄的夜晚。小时候怎么这样的合作怎么可能啊？从那个时候，小马每次都亏我哟。即便我去报名，偷偷塞了自己的履历表在卡弄的语言真实，还是不想用我这个履历。但有一天晚上，他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还是要我写一首歌这样。然后，可是这首歌有个限制，就是他给我看了很多台湾的球员在牛棚的一个画面，在网络上的一些画面蛮多的，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发现在牛棚里面大家都要唱歌，台湾的球员尤其是原住民球员最夸张的。他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就发生过的，叫我去想象这个画面，于是我就写了小鸟这首歌的旋律出来。那个时候球员不会有那个嘛，对你爱不完之类的歌曲，那个时代应该都是听原住民的歌，要不然听日本时代的一些歌曲，所以不会有那种旋律跑出来，对我来讲有点困难，因为我不晓得那个年代的人到底听了什么，那会唱了什么样的歌，于是我就跑去问我外婆，外婆唱了一些歌，那些歌的旋律就在我脑袋里面这样转，所以才写出来《小鸟之歌》这首歌，但这首歌很短，而且小马叫我三天之内就打，叫我写出来了，有没有很狠？就这没有把他当，又把我当朋友看。你以为《小鸟之歌》enter 收入进去就有、哦？那写很困难啊，但我还是拖了快一个礼拜才交给他，对啊。我们都是易怒体质，好不好？啊，反正就这样，这首歌就交出去了，还是没得奖。啊，没什么问题啊，这首歌没什么问题，就是为了接这个梗，抱歉。怎么办？记得下个十字路口转弯。
着灯，看着工资转换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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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运气也是一般般，我是努力也是一般般，那么多的选择，什么是在什么是人生无常，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今天想要换个心情，哦努力滴答滴答滴答滴，耳机塞着天在天地，哇哦，我以为我还在美国，想来充满了一点清醒，是我前世的梦里，没什么教你，没什么问题。吉他手小公，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今天想要换个心情，路边哔啦哔啦哔啦哔，中间红像个布丁，我以为我还在被窝里，别这样画面吓到清醒，这个现实比梦里那么的拥挤，那么的刺激，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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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运气也是一般般，或许努力也是一般般，那么多的选择，什么是在什么是人生无常，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今天想要换个心情，努力滴答滴答滴答滴，耳机塞着变得坚定，我以为我还在被窝里，希望前世的梦里没什么焦虑，没什么问题，呜、没关系，期待下个十字路口前进，好心情，一起没什么问题，没问题，嘟嘟嘟嘟嘟哒嘟吧嘟吧，没什么问题，嘟吧嘟吧，没什么问题，一起等等等等，嘟吧嘟吧，没什么问题，嘟嘟嘟嘟嘟哒哒。歌手小龙，歌手杨明，接下来我一个人要唱歌。今天走国际路线，刚刚唱了我自己的阿美族语的创作，我是阿美族的，来自台东都兰，卡通里面也有的原因也是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叫他里面饰演的角色叫上松跟玉，后来他的戏份被剪了，不晓得是马志祥真的看不爽。哎，马导今天会来吗？不知道，没关系，我们就在网络上，给他加油，然后也要替署名打抱不平。昨天一直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回应大家在网络上对《卡农》这部电影的期待啊？其实很难写，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很单纯的跟大家分享我们昨天当下的心情，因为还有很多媒体也在看的。你现场有其他媒体吗？好，赶出去。我都是咖喱人哈，咖喱人嘛哈，那就好了，怕他们会乱写的。因为昨天的会后 party 啊，魏导跟马导拖到凌晨三点才出现。就知道大人物的那个压力很大，媒体也是等他们等到凌晨三点，大家都是易怒体质。我想要唱这首歌，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在面临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见得在当下有机会把他的苦衷说出来，很难，真的很难，但是也有一个很高的智慧，尤其是面对人群这件事情。最近一段选举嘛，你也知道嘛，这个很难，因为很多人还是暴露他的
缺点吗？没有智慧。这个歌是我在日本跟，应该说我跟一个日本的作家青木由香啊，给 Yoga 跟他一起合作的，他帮我写日本歌词，也是我一个人的心情到外地工作开始唱歌的时候的，开始面对很多人的时候的一个心情。这首歌叫 Solo， 献给各位。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いる自然な気持ち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そろとどこでもなくそこでもなく十分な今日もと希望を先の空景色は一人の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過ぎる頑固と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 こんばんは私は主任ですよろしく导演，我的日文好不好？我可以演卡农吗？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いる自然な気持ち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ロソロと迷いもなく守りもなく十分な今日もと義務先の空景色は一人の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緑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風の行くで透け抜くも離れた人今を感じてずっと刻む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背很久呢，我在想那些年轻人卡罗那些小将们，哇，背那些日文歌词歌剧本啊，不是歌词啊，剧本，可能曹永林背的比较少一点，没有什么台词，这样也可以入围金马奖最佳新人。哎，换你们唱歌好不好？陪我一起嘛、嗯、我知道在场有一些不是宿命的歌迷，我知道我了解
们应该是味道的歌迷，还是马志祥的歌迷？没关系，一起唱好不好？所以待会下一个歌手，预告一下下一个歌手，忘了，今天晚上没有主持人啊，另外唱歌唱歌讲什么？唱一句阿美族的那个吟唱的歌词这样，我们阿美族很多海洋火海洋哪罗湾呢，就是我们常常唱歌的，你听到的那些歌词火海洋哪罗湾。他其实没有意思的哦，不好意思的哦，他是一种唱歌的方式，就好像 RV 一样，那个乌跟耶没有意思，中文也有类似，啦啦啦啦啦啦，啊，都有嘛，每个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这样，但在阿美族里面这种词汇非常多。你听到的吼嗨啊、纳鲁啊、鬼哈嗨、阿嗨都是。为什么要这样唱？其实是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你现在想要表达那个心情的时候，你就要用这种唱歌的方法。所以我知道，我们都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们就一起吼嗨呀吧，很简单一句，嗨呀。海洋，海有一夜有阳，海洋海洋，海有一夜有阳，试试看吧，跟我们的合音小编试一下。海洋海洋，海有一夜有阳，很像很像，加油加油，再试一下，来预备来。海洋海洋，海有一夜有阳，多唱几次就会了。不要急，来。海洋，海洋，海洋一夜有阳。耶、yeah, ，对对对，就这样。最后一次，五六七，来。海洋，海洋，海洋一夜有阳。耶，你酷了，耶。很棒很棒，就是这样。要唱好不好？要唱哦，要唱，不要放弃自己。要唱。这首歌《谁家花开了》，掌声。海洋，伤心的变个美好时光，孩子的眼光，跑跑的爬去面包树上，慢慢的摘下，妈妈把回忆。圣诞，让想家的人哼一场，在远走他乡的路上，准备喽！海洋，海洋，海有一夜有阳，谁家的花开了，鸟儿在树上唱。海洋，海洋，海有一夜有阳。花开了，少年却不再讲。海洋，海洋，海洋一夜有阳。歌唱，唤醒了片刻美好时光，情人的泪光，悄悄地照亮我的心上。暂时轮回忆的行囊，让想家的人回头望，在远走他乡的路上。海洋，海洋，海有一夜有阳，谁家的花开了，鸟儿在树上唱。海洋，海洋，海有一夜有阳。海洋，海洋，海洋一夜有阳，谁家的花开了，少年却不再想。海洋，海洋，海洋一夜有阳。
一点笑，终于更想谁能告诉我，从那飘散多渴望在远方有你陪身旁。海洋海洋还有一夜有呀，谁家的花开的少年全不在家。海洋海洋还有一夜有呀，又有谁在唱歌，又有谁在思念着。海洋海洋还有一夜有呀，谁家的花都开了少年却不在家了。海洋海洋还有一夜有呀，歌唱唤醒了片刻美好时光，清冷的泪光悄悄地照亮我的心上，慢慢地滴下沉湿了回忆的行囊，让想家的泪回头望，在远走他乡的路上。谢谢。好，我知道我下一个接手的艺人是谁了。我想起了，是 RAK Rake。 我下不要他这样，然后一开始我都记不出他的名字，为什么要拼他把他名字拼起来呢？因为我都叫他卡拉。RAK 卡拉，哎不对，全都叫错了。然后叫叫，每次我跟翻译成跟那个罗伟林的时候，卡拉没卡拉在哪里卡拉？谢谢，啊呀，谢谢，很感动。没有没有哭，没有哭。要哭不是导演吧？我轻松啊。不过有今天这个晚上，的确是因为瑞克跟那个钟小姐他们特别来，然后也因为无愁然后办这样演唱会，所以我第一次听他们现场真的很厉害。还好我是第一个，美玲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好吧，那就很期待。最后一首歌《信狗》，献给各位。
海洋，哦海洋，哦海洋。